怀念呢，前阵子一直在外面球场流浪，今天终于回到我们桃园球场，真的是回到家的感觉非常好。那有看到球场的新改变，更开心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回到主场的第一场，其实本来应该是昨天，但昨天因为阴雨延赛，所以变成今天才是我们回归球场的第一站哦。但这两天呢，都是乐天桃园对上台钢雄鹰，哇，有种老朋友相见的感觉，一边红一边绿。同时呢，这两天也是永续趴主题日，今天也要加油，希望可以顺利拿下胜利。来到球场的 SOP 也一样，我们待会要练舞了，乐天女孩练舞去了，走，准备练舞啦！练舞啦！为什么满身汗？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今年开始我们有加长舞台咯，舞台延伸到 F 区，原本的舞台只有到这里，有没有？但是现在延伸出去又多了一块，所以未来 F 区也都可以看得到女孩子。而且最棒的是，不是只有一边，是两边东西区都有延伸舞台哦。还有个地方很特别，就是这里女孩的自拍区，现在是人工草皮哦。哇，然后就这样直接出场跳开场舞，所以相信未来这块楼梯应该会变成是我们乐天女孩拍照的地方。OK， 我换好衣服了，连法妆都弄好了，待会就等待球迷一起进场为我们球员应援。现在的时间呢是球员在场上练习，然后看着曾经的好朋友们也在场上练习，有种很熟悉但又不一样的感觉。回到球场的第一站，感觉如何？就是舒服啊，舒服，终于回到我们的休息室，有自己的位置，自己的镜子，对，终于，很棒。之前我们都还在外，之前我们都还在外流浪哎，终于回家了。但是我们真的很辛苦哎，这一路上真的还蛮辛苦的。对，就到处奔波。对，要开幕战开不到开幕战，然后回来第一场也第一场就对，昨天又因为下雨，然后演到今天变成今天的那个，今天是没问题了吧？可以，现在大太阳，非常可以，可以，绝对可以。今天是我们的开幕战，对，今天是我们的开幕战喽。回主场的第一站，加油！回到桃园球场的感觉是什么？好开心，终于回球场了。希望我们后面可以顺顺利利，今天要拿下一个好的开始的胜利。我们会越来越好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是，没错，加油！太开心了！我的第一天上班，那真的是首场哎！我还没上过班，对，因为刚好前面是有去香港那个橄榄球赛。然后后来回来台南那一场我刚好没办法去，所以就没有参加到我的首战。我现在首战也是我们桃园首战。哇，太棒了！哎，很兴奋嘞，这样子。超兴奋。然后我其实有点紧张，我觉得好久没上场了，也很久没跳应援，我手在抖。加油加油，今天加油！好开心哦！终于回来了，终回家，耶！这样太简短了，没有给超有感触，不会讲话，很开心，很感动，很快乐，因为呢，我们的主场修好了，耶！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，哦，整修好了，耶！练舞时间，练舞时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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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噔噔噔。么么哒哒哒哒，么么么么么么哒啦哒哒。我们要开场了，好开心哦！而且我们好久没见了啊。对，感觉很新，进场的感觉。对，我们不要太大力，不然那个场子会坏掉。对，我们要小心跳，但是又很兴奋。要开场了，紧张吗？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们都老学姐了，快几年了？四年了。好，你看菲菲都没讲话。他六年，菲菲六年。菲菲在哪里啊？你回到主场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终于回来了，很感动。而且我们有新的这个，你看，对呀、啊，这个超好踏的哎！你在那里拍照都可以变得很有质感。对对，非常有，以后都会变成那个自拍街了。完美经典。没错没错，等一下加油。我们要踏上我们的看台了，耶！好的，今天呢，神君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今天的精彩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回家，回家了，感觉好好啊！尤其是听到这个音乐会很感动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然后一踏上这里，我感觉回来了。感动啊，我等千呼万唤，年景期盼，终于回到桃园主场，而且今天是我们的永续趴，有吗？希望今天旗开得胜。而且今天的天气很棒。对啊，我就很棒，本来大太阳，然后本来还担心下雨，现在没事太好了。希望今天可以拿下胜利啦，加油！秋爱学妹虽然没有上场，但是她也来场边为我们的桃园男儿加油。你第一次看到主场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球场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真的。因为我以为就是需要到各个球场去叫，就是我今天回到主场，我还想说，真的有比较过去我们的球场是真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球场很漂亮，大家真的要进场多多支持哦！天哪，这一首歌一放下去，我眼泪就要流下来。的好朋友们，刚刚 DJ 直接放到应援曲，我都要笑了。哇，博龙大王回来了！虽然博龙大王在台钢，但是也都是我们诚心的伙伴。暌违2000多天，又站回到我们桃园球场了，突然很想很加油。非常照顾的哦，耶！稳稳拿下，不好意思，波浪大王，我们还是要三振你的。看，我们进攻了，加油！Thank you.
极限，一天超越我，惩罚。叶宝弟上场了，应援举放起来，哎，耶！就撞过去，三下继续开始，现在有局已经上一垒喽，大局走起，现在二垒有人哦，陈晨威加油，连跳应援都
OK， 球赛拿下胜利，太开心了！今天能够对上台钢学运，真的就是老朋友对老朋友的感觉。在场上呢，我们桃园队也拼尽全力，不管是不是成绩的队友，在场上我们就是拼尽全力拿下胜利。那在场上呢，即使不是在我们桃园队，但也依旧是我们热爱与支持的球员们。那今天呢，也是我们球场整顿好的第一场球赛。之后呢，如果想要看我开箱更详细的球场介绍影片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哪个方面你更想知道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哟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订阅、大家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哟。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